Hello， 大家好。在开始这段片之前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给个 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想看楼的客人都可以直接联络我，我电话是62008757，亦在影片的下方都会有我的电话号码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 啊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个上车盘，是位于洪水桥的丽红花园。现在业主嗌价是428万，单位实用面积是339尺，而建筑面积就会是430尺。屋苑是位于洪水桥的中心地带，如果你要走去轻铁站或者巴士站，大概只需要1分钟的步程就可以去到。而楼下亦都会有几间的餐厅，可以应付日常所需的。而家屋苑咧系26年嘅楼龄，咁而火数咧系132伙，总共会有2座嘅单位。单位系2房设计，而厅嘅坐向咧系会向翻东南向。望的景观就会是楼下的一个公园。而家我哋睇嘅部分係單位裏面嘅2間房，房嘅大細都唔錯，可以放到雙人床，另外仲可以放埋衣櫃。咁好多谢大家收睇呢段片。如果你对呢个单位系有兴趣，或者你对一啲楼宇买卖系有问题、有疑问嘅话，都欢迎你打俾我。咁我希望可以帮到你，多谢。